主料，虾仁100克，秋葵2根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红椒、黄椒，料酒、淀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黄椒切小丁，红椒切小丁，秋葵煮水后切成小段，虾仁用料酒、盐、淀粉腌制一会，起油锅先把虾仁化一下，蒸出备用。起油锅，放入红、黄椒、秋葵翻炒，加适量盐调味，加入虾仁快速翻炒，出锅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虾仁也可以直接放入一起翻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